今天是2022年的8月19号，咱们重走长征路的第8天了。我们的马子上好行李了，现在已经接近12点了。因为刚才早上我去草原里面跑了一圈，把这个马子训练了一下。这个马子在草原里面放了一天，它就野了啊，谁是主人他都忘了，牛逼哄哄的。刚才不让我上马，这些老乡都在围观我们啊，说这两个老六现在12点了还没出发，出发出发出发。咱们到这个村里面，犹如明星般的待遇啊！这个就是看老六般的待遇。对于他们这个村子来说，肯定也是，很多年也遇不到一次像我们这样子的，是吧？走到这边来了，而且还是骑着马，12点才出发呀！今天走的确实有点晚了，主要是我刚才驯马去了啊。马不驯，它不乖呀。哎，走了，朋友，走，去。那里有一个很大的寺庙啊，他们村里的寺庙。本来我刚才是想骑到这上面来玩一玩的，可惜时间不够了。我们直接抄近路了，就不走那个大路了，大路从里面绕呢。今天我很生气啊，主要是这个马踢我了，所以我决定教训他一下。看，是吧？既然不知道谁是主人啊，敢踢主人？咱们这个马刚才找人看过了哈，是4岁啊，是比较年轻的，在马的年龄当中算是比较年轻的。马能活25、26岁，那么正常6、7岁啊才算是成年啊，比较壮一点的马了。这边有栅栏了，这比较难搞了。这马路边全是牧场的栅栏，所以没法走草地了，只能走马路。走马路的话，马儿的话，它的蹄子磨损比较快，所以我们就不骑了。对，马扎栅栏嘛，要扎到这么宽嘛，离马路有个1、2米宽嘛，哎，扎得太近了，害得我们都没办法遛马了。这马儿一边走一边吃，你看。他现在已经养成这种习惯了，一边走一边吃。喝水去。去哪儿？喝水没机会了。喝水。干啥？看，大家看这个马的演技还可以啊，它假装喝水一下，它其实站在那里面站了好几分钟了，它也不喝水，它也不干啥，假装啊，假装喝水，你看，演技杠杠的，演技杠杠的，你应该去考个奥斯卡呀，假装喝水。干他！听到声音没有？屁股上来下去！打屁股才有用。刚才我们又改变了路线啊，因为马路边实在走得太难受了，我们现在又走进草原里面来了啊。咱们这个叫健康马，那个叫行程马。我们这个健康马呢，比那个行程马的体型要稍微大一些，两匹马的年龄都是4岁。但是这个马，这个黑色的健康马要比那边棕色的那个要大很多。它那棕色的马今天就感觉没什么体能了，已经跟不上我们了。我们这个马还没怎么，这还没怎么动呢哈。它那个马现在在后面。今天前面也是乌云密布的，看起来要下雨的样子。走，驾，字儿驾，走。啊，走草原最烦的就是不停的得开门绕门，很难受。搞栅栏很烦哦，效率很低。你重点是你这个出去了，又得找下一个栅栏。但这边我看的到处都是栅栏。拆了一个栅栏，就有2个栅栏，3个栅栏，哎。
走，赶紧整过来啊！有反应吗？呀！狗日的！你拉个绳子头。这。这。这。过去。来，再来。再来再来，再来呀再来呀，这这再来再来再来，就是不愿意干，我操！这这，哦，我这个上面全是泥巴。我操！我也翻了。我差点他妈翻了。我这个上面都全干的都是泥了，我刚才下来。找到那个，你这不行啊，我这蚊子多得很啊，我都受不了了。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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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的小伙伴还没过来呢，走走，小伙伴还没过来呢。你看我好几次差点下去了，看见没有？拉过来吧，拉过去我怎么过去啊？我没地方过去、啊、你只有走边上了，我翻墙，我把绳子交给你拉过去，我钻这个钻过去，好吧好吧，抛过来抛过来，别抛泥巴里面，走近一点，哎呀，你拽着啊，拽着我这后面来啊，来一下，拽着啊，嗯，干他，拽紧拽紧，干他，过来，这，嗯，这，这，这，过来，这，过来，这，哈哈哈两个都干了一身都是泥了，哎，这个老六，老六，妈气死我了！哎，你两个王八蛋，嘿！哎呀，我操，还钻！哎。到处是栅栏啊，我们现在也不知道怎么走啊。我们要去那个方向，但中间全部是铁栅栏，全部是这样的铁栅栏。这没法搞啊。我们现在只能顺着这个路，绕沿着这个山边绕，绕一圈，绕到那个地方去。明明直线很近，这下绕就绕远了。这刚才马过泥坑。哼，这家伙每次过这种地方，心里吧他都不愿意来哟、哦，要欠马鞭。过来，来了，拉吧绳子，拉拉绳子，来，来，哈哈哈。这个家伙前面有匹大马呀，我们把它大马套住上了，嗯，
那小马太小了，我把小马留这里，把大马倒走。然后主人过来，哎，我的马怎么小了一圈儿，越养越小了嘞？越壮越大，我他妈太小了。那才叫马吗？我们是哪叫马呀？快点认识一下，这是一匹母马。你看你那个马，你的马跟他的马在一起，个显小，看见没有？嗯。快，他给你给信号了。嗯。他问你是公的还是母的，别光吃草。我们两个的马都是小马。一对比小好多。是不是？没有对比，没有伤害。我们两个都被伤害了。小了好多。我们前进的方向好像在下暴雨啊。我们得避一下了。这里有个房子。我们去打个结，打个尖儿，好大一只狗啊！要不要打尖儿？怕下雨，就是怕下雨啊！可是这个地方，这个狗太凶了。小朋友，就你们在家吗？啊？妈妈也在家。前面要下雨了，我们在你们家这里避下雨，好不好？应该可以哈，我避下雨，前面下雨了，看样子。可以哈，好，停，我们下来避雨。鞋子不穿不钉脚吗？我们放暑假了，马上就要开学了。马上要开学了。9月1号。哎呀，把行李一卸。你家乡是哪儿的？我是湖北的。小朋友把这个签子都拿来了，哎呀，这个我来，哎呦，这个要怎么敲进去？敲一下。嗯。慢慢。哎呦，你还会这样系？不会绕吧？好，可以，真棒！我们的马拴好了，让它在这儿吃会儿草。我们去小朋友家里面打个尖儿。松潘骑马来到这儿的吗？对，松潘骑马玩过来的。你妈妈会不会说汉话？不会，不会。应该没有的。我。啊，妈妈没有啊。小朋友们家休整一下，好了，谢谢小朋友们家中午吃的这个土豆牛肉饭啊，非常棒。这个雨说要下雨没下下来呀，感觉到底下不下？你们带雨衣了吗？带着雨衣，但是那个草原上的雨很大呀，雨下特别大。带雨衣了，两边马旁边的那个行李，还有马鞍会被淋湿。哦。那雨下大，两边那个布包，你看到没有？那个布包会被淋湿吧？对吧？这小朋友们家打了个尖儿，还吃了一个洋芋饭，非常好吃啊！天气现在又放晴了啊，咱们要继续赶路。今天走到半游村，你们这样直接走的话，那里有个桥。那里有个桥。你们可以直接走。直接直着走是吧？你们门就在前面吧？门就在那前面，你们看吧，就会用到那个帐篷的那里去。往下的话有。那我们走了，小朋友，谢谢你们哈。好的，再见，再见，小朋友。你要骑啊，我觉得走不到两步又要起来接开门。我走一下吧。这是小朋友家他们的牛啊，他说他们家有100多头。哎，这个白马可以，这个白马是被套住的，交个朋友噻。哎，交个朋友，嘿，交个朋友。这个马太忙了，休闲了。啊。
这上面还有帐篷。交个朋友嘛，哎呀，走，走，就。哇塞，真不错，剃了个光头。驾个毛线，看人马小成啥样了，哎，都未成年，多大一样，未成年，你想想一想，这欺负未成年，你雇佣童工，你这是雇佣童工啊，驾，听到没有，驾，这两匹马跟着我们来了，哇，可以啊，看我们能不能把它带走，带走就是我们的了。对，带走就是我们的了，走，就我们马上也要走到这个泥巴路上了啊，终于要出这个栅栏了，这边这个栅栏太多了，很讨厌啊，不停的拆门，不停的拆门，效率很低，今天我们才走11公里，用了4个半小时，走了11公里了，现在已经是下午的4:50了，离我们的目的地还远着呢。这个胸口没有做好防晒，直接脱皮啊！大家看，直接脱皮。